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啊！看课本140页啊，不是136页。好，再看到第七，如《般若波罗蜜经》中说，摩诃萨埵下啊，复次是《般若波罗蜜经》中摩诃萨埵下。佛自说如是如是相，是摩诃萨埵相。那这个在《般若经》里面啊，《金刚品》里面有说。好，那么这个后面会讲到。那他又说啊，舍利弗、须菩提、富罗那等诸大弟子，各个说彼品。啊，我们看注解23。啊，舍利弗啊说这个摩诃萨啊，菩萨摩诃萨，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以及富罗那说菩萨摩诃萨。那么这个都在卷四啊，就《般若经》的卷四。那么卷四在这个大智度论啊，是在卷45才有解释。好。那这个等到啊，我们讲到那边再来看。那先知道好。那所以啊，此众应广说。好，那这里是大略说到什么叫做摩诃萨。好，那现在啊，那么再解释接下来的经文啊，说菩萨摩诃萨啊，皆得陀罗尼。即诸三昧，行空无相无作，以得等忍。好，那这里啊有大概有四个啊名相，啊一个是陀罗尼，一个是三昧，一个啊这个是空无相无作三三昧，啊一个是等忍。好，那。现在啊，我们先来看啊，他说何以故？此三世次第赞菩萨摩诃萨啊，他说以三世啊，这三个得陀罗尼，得诸三昧。那诸三昧里面啊，主要是三三昧啊，就空无相无作。好，还有所谓的等忍，得等忍。那么又用这三世来赞叹菩萨摩诃萨啊。那么他说欲出诸菩萨实功德，真实功德度啊，那么应赞则赞，应信则信，以一切众生所不能信甚深清净法赞菩萨啊。那么复次先说菩萨摩诃萨名字，未说所以为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摩诃萨啊，是他的名字啊，那名字解释他的义理。现在说为什么他叫菩萨摩诃萨啊？因为他的功德，那么这些啊是由他得诸陀罗尼、诸三昧以及忍啊等诸功德，所以才叫做菩萨摩诃萨。好，那么所以他下面就一个一个来解释。那先从陀罗尼开始。好。那我们还没讲到陀罗尼之前，佛教界现在是很多东西混用在一起了啊。那陀罗尼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跟咒混用了啊，就陀罗尼大圣经典里面它基本上是以陀罗尼为主啊。那阿含经里面是反对咒语的，那么初期大圣里面也有一些咒语，可是这些咒语都是后期加上去的啊。那比如说《法华经》的咒语，那么也是
跟后期加上去的。那佛法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说法很清楚，咒语不是佛法。好，那我们先把这些观念就是把陀罗尼咒语那么相关的这种观念先弄清楚，因为这些后来都混在一起用了。那么大概有几个不同的这些观念就是说，第一个陀罗尼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那什么叫做陀罗尼再等一下会解释。那么有所谓的真言，有所谓的明咒，有所谓的地语，有所谓的咒怨就是祝愿。那么有所谓的神咒，那个这是外道的神咒。那么另外我们有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回向身拔达称就是也是类似像祝愿。那这些概念有时候跟咒语跟陀罗尼都混杂在一起那我们稍微把它清楚的分别一下这其实不太一样。那后来陀罗尼就变成神咒，神咒又变成明咒那么地语也变成明咒就那么真言也变成明咒真言也变成神咒就后来我们现在的佛教就是都全部掺在一起了。那我们稍微把它弄清楚一下下那么变成都是混用了那先来讲真言。那真言其实是真实无虚妄的语言。那后来真言也类似有神咒的概念那么密语的意思那么就是后来也掺了那么像日本真言咒那基本密教就变成真言了，真言咒其实真言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好，那比如说明咒，明咒这个明比如说我们说六字大明咒明咒那么能除无明烦恼的智慧的语句，能够让你得解脱的得智慧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咒语基本上反智，咒语基本上有一点点反智，乃至于就是他不经思维，不用懂他的意思他不在他一般我们讲法具意味，法具意味，这个味就是深入了，得到他的真实功德了。这个意就是义理。那么通常咒语就在法跟具而已。那因这个具有时候他的因或是他的智这智行这种智行那这个声音，那么你只要观想成就了，你只要念到成熟了，那么它就产生功德，就能够让你解脱，能开智慧，后来就变成这样那么这个句，这个法句就变成我们说名句文声名声句声文声那么但是它重点在义，重点在它的义理然后所以要如理思维，要如是我闻，要如理思维然后之后如说修行，然后才能够如实解脱如实知见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但后来时间地区然后掺杂后来就变成陀罗尼就是咒语大悲心陀罗尼就变成大悲咒那么得一切业灭一切业障，得生净土陀罗尼就变成往生咒那药师咒准提咒反正非常多的咒。那这些咒有的原来不是咒有的原来就是咒，有的就是把很多东西掺在一起也有咒语的部分，也有佛教陀罗尼的部分，也有佛教明咒的部分那这个咒我们先慢慢一个看那这个明咒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明咒后来变成神咒那也因为说有些是它不能翻或是翻不出来那我们举个例子，在根有律里面有记载一件事，他是把婆罗门的神咒改成明咒，那我们大部分是把佛教的明咒改成神咒，
那这个咒我们说就是总持，啊，其实就是翻译的问题，就咒有时候是祝愿的意思，或是总持的意思，对一切的佛法，啊，其实就是有陀罗尼的意思，啊，那么你用少少的句子总持一切的佛法，比如说七佛，七佛通记，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三句话，啊，就是佛法修行的道理。比如说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句话就是一切佛法的核心，啊，那么比如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两句话就是佛法的核心，啊，那么这个也可以叫做咒，就是口诀心要，心要，啊，所以后来的咒都是从佛心中流出，有没有？其实那个是原来是佛法的心要，那么后来就变成不是了，啊，那我们说举一个例子，就是把神咒改成明咒，啊，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是把明咒改成神咒，啊，那这个咒不是那个咒语的咒，啊，那比如说像金经大六字大明咒，好，我们讲那个律典里面，啊，就是根有律里面记载一个故事，迦留陀夷他是说法第一，啊，不是说法第一，迦留陀夷是度众第一，啊，那么他也会观察，啊，那么哪一个人啊善根成熟了，跟他有缘啊，然后他要去让他得度。那么因为他以前是六群比丘，啊，那六群比丘对于佛法有一些损伤，所以他证了阿罗汉之后，啊，既然证了阿罗汉，他心生惭愧，啊，他说他因为让很多人对佛法啊产生不正信，啊，也不是说不正信，就是不恭敬佛法，嗯，那么后来，啊，他要将功赎罪，所以他就发愿，啊，要度众生，啊，所以他每次都会，因为他有神通，啊，他都会先观察哪一个众生因缘成熟了要得度了，所以今天他脱完钵，啊，那么吃完饭他就在观察哪一个众生，啊，那么这个因缘成熟善根成熟应该得度，那么他就发现啊，舍卫前有一户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善于持咒，啊，那么他持咒灵验到什么地步呢？持咒其实也有灵验的，我们的原住民很多持咒也很灵验的，啊，他世俗的持咒，哦，基本上都是驱动鬼神比较多。好，那这个他就观察，哎，舍卫城有一户婆罗门，这个人善根成熟应该得度，所以他就去到那个婆罗门家，刚好那个婆罗门，哦，要出门，那这个婆罗门很厉害，啊，那么他可以念咒让这个鬼神帮他驾车，那么他念咒让鬼神去哪里鬼神就去哪里，啊，然后就是他因为一般要自己驾车嘛，他不用，他坐上去，然后念咒驱动鬼神，鬼神就帮他驾车，啊，他有这个能力，啊，那么以前从印度来的祖师基本上很多也会持咒，啊，最有名的就是佛图澄，佛图澄咒术也很厉害，啊，但是咒术再怎么厉害业报来的没办法，啊，那个是跟鬼神的因缘而已，西藏很多也会持咒，啊，那但是这个共产党去了，啊，再厉害的也没抵不过共产党，啊，那所以这个迦留陀夷去到那里，他知道啊，这个婆罗门应该得度，就去他家，然后去他家的时候，他刚好要出门，啊，他已经啊念好咒了，那个鬼神在等他了，他忽然之间尿急，要去上厕所，要上厕所。他进去一下，啊，那个迦留陀夷知道，啊，就让他上久一点，啊，那他在这个期间里面，啊，他忽然出门要之前就是，哎，想要上厕所，先去上个厕所，然后再回来。那迦留陀夷知道，啊，他已经在那边等他了，他也知道看见那个鬼神要帮他驾车了，然后他就用那个神通力让他尿慢一点，啊，等他出来的时候，他用那个咒，他不是用那个咒。他用他的神通力将这些鬼神，啊，解掉，将那个咒解掉，让他们回去，啊，就把他们遣散回去了。
啊，那个婆罗门出来之后，他还站在那边等他。那个婆罗门出来之后，看见，哎，那个鬼神啊，他应该也感觉得到啊，或是他看得到，这些鬼神都不见了，啊，然后看见一个比丘站在那里，他也不知道他是谁，啊，因为婆罗门他可能知道有佛，但是不知道佛弟子谁啊，那后来他就又念咒，要把那个鬼神叫来，要请他们，啊，就很多咒都是呼请鬼神的啊，请鬼神来。然后请他再帮他们驾车，啊，因为他有咒语嘛。可是怎么念，这些咒都失效，没有办法，啊，念不来。他就看到那个比丘站在那边看着他，啊，他就知道，一定是这个比丘搞的鬼，啊，所以他就下车，因为他没办法嘛，他也没自己驾车，都请那个鬼神驾车啊，啊，他就跟这个比丘说。是不是你把我的鬼神，你把我的咒解掉了，你把我的鬼神遣散了？那现在我要出门，没有人帮我驾车，你看要怎么办？啊，那他说这个迦留多已啊，机会来了，要跟他讲，没关系，啊，我，他就把他的钵，他拿钵出去的嘛，啊，然后啊，我的钵帮你驾车，他一看眼睛瞪得很大，你这个黑黑的铁钵。还可以帮我驾车，啊，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波，这个波吼，你想什么，它就可以成就你什么，不然你试试看，啊，他说有这么神奇吗？啊，他说有，他说好，他就先想好这个波里面啊有很多很多珍，他想到啊很多美味的饮食啊，他刚刚一想那个波里面就满了，如他所想的饮食都在里面。他就眼睛瞪得很大，哎，这个波这么厉害的，啊，那他说，这你有没有，你有不可不可以传授给我啊？这个波的这种，他说，因为这个波有这种神秘的力量，啊，那他说没有啊，这个是要有这个如意神咒，就是说你有这种如意神咒，那么你命令这个波做什么，这个波就会做什么。你想要有什么，这个波里面就有什么。他说：“那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如意神咒传给我？”他说：“不行，这个如意神咒哦，是我很修行、很辛苦修行才得到的。啊，那么有三件事我才可以跟他换。第一个，你有跟他相等的咒，一样厉害的咒来跟我换，以咒换咒吗？啊，第二个。”你有相等的金钱，这个咒那么值钱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把你所有的钱啊，那么相跟这个咒相等价值的钱，来给我，啊，我才愿意跟你换，我才要传授你们。第三个，如果你都没有，那你一辈子服侍我啊，那也可以，你就一辈子服侍我，啊，做我的小弟服侍我啊，那么我也可以传给你，因为你就是我的人吗？这个婆罗门想了很久。我哪里来的那么神咒？我会的就是，啊，驱动鬼神这个咒而已啊。那现在又没有了，现在他怎么念都不灵验了啊，这个咒就失效了。啊，那么你说钱，我哪里来那么多钱来跟你换这个咒，来跟你学这个咒也没办法。那唯一有办法的就是我服侍你，啊，做你的弟子，啊，那么这样呢，这个方法了，他很想学这个咒，他说这个咒太好了，啊。如意神咒都可以如你的意嘛，如愿的嘛。好，那么这个甚至还可以帮你驾车啊，比你那些咒都还好。你以前的咒顶多只能驾车啊，你想要钱、想要吃的、想要什么还不能生出来，那他还可以。所以他说好，那我选择第三个啊，就是我做你的，我服侍你一辈子。他说好，如果你要服侍我，那你就要跟我出家，因为我是出家的，我是沙门嘛，啊，你要跟我出家，那么服侍我。他说好，所以那他就跟他回去了，在三宝中出家。那出家之后啊，他就教他，好，我现在教你这个神咒，你要记清楚，而且记起来之后，啊，记起来之后你要去思维他的道理，啊，三天三夜要至少要。三天三夜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要精进，
啊，然后了解这样的义理，这样他才灵验。好，哎，持咒也是要很专注的、啊，然后他要思维他的道理哦，明白他的意思，那么他就会产生非常高的灵验。这个婆罗门因为太有兴趣了啊，所以这个迦楼陀也就传授给他三句咒啊。第一句咒啊，就是我们说的诸行无常啊，一切行无常啊，一切法无我，涅槃真极境啊，就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好，这三句咒叫做如意神咒啊。那你把它念起来，那么你要思维它哦，就至少三天三夜啊，你要努力去思维它，念它的法句，然后思维它的意。啊，那么你就能够非常灵验。那个婆罗门啊，那么听这个，现在是他师父了嘛？听他师父这么说，哇，就很用功啊。后来因为这样思维，一切行无常啊，就一切世间有为法都是生灭无常的。那在生灭无常的这一切法里面，啊，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啊，就是他就这样思维了，三天三夜啊，正果了。正果了，他非常的高兴，因为他本来就善根成熟嘛。这个迦楼陀已经知道他过去有善根了，啊，只是欠个善知识而已，啊，所以他这样思维之后，很快他就证阿罗汉了，心里非常高兴，啊，那么这个后来啊，就来顶礼这个迦楼陀耶。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神咒转换成明咒了，啊，就。可以让你断除无明烦恼智慧的语句，啊，我们讲六字大明咒也是一样。六字大明咒翻过来就是莲花中的明珠嘛，这我们说过，啊，那么你身如莲花，心如明珠，身如莲花在，就是不染着世间，就是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不起一切烦恼，啊，心如明珠啊，见一切法，知一切境，不执着一切法、一切境，啊。那么，所以这样你就能够产生智慧，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明咒，啊，好，那么跟神咒不太一样，不过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明咒都转成神咒了，啊，那这个咒不一定咒的意思啊，祝愿就是咒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其实很多类似的观念。好，那地狱啊，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啊，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啊，两个例子啊，一个是《金刚经》里面佛陀过去忍辱仙人，啊，那么被割力王结节肢解，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修忍辱的呢？”好，发诚地诚实的语，我如果现在内心没有这个嗔恨的话，你把我砍去的都会再生回来。话一讲完，马上产生灵验。被砍去的马上都生回来，啊，这是啊最有名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记载在杂含里面的啊，就是央觉摩罗。那央觉摩罗不是杀了很多人吗？啊，后来啊，波斯匿王带兵要去抓他，那么他还没被波斯匿王抓到以前，他就先跟佛陀出家了，啊，因为他已经杀了999个人。差一个人就圆满了，啊，他就可以升梵天了，所以升天了，啊，如果杀了佛直接升梵天，杀了他妈妈直接升梵天，他师父要害他的，啊，然后这个因为见了佛，佛让他得度了，没有多久他用功就证阿罗汉了。那有一天托钵回来的时候，他托钵也是很辛苦，都被打到头破流血，啊，那佛陀说你要忍耐，因为那是你的业报，那是你的业报，你要忍耐。后来他有一天托钵回来，啊，这杂案经记载的了啊。那跟佛讲，他说：“世尊，我在路上托钵的时候，见到一个妇人，难产，好像很危险啊。难产就是，要不是母亲死，要不是儿子死，要不是母子俱死，啊。那么有时候因为生不出来嘛，那有可能都会死。”那他看到了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帮他。啊，他就跟佛陀说，啊，因为他以前起嗔恨心，现在起慈悲心了吗？那佛陀就跟他讲，你回去，去那个妇人面前跟他讲，我从啊这个跟佛出家啊，
那么入圣道以来，我没有起过嗔恨心。如果这是真的，你们母子平安。讲完之后，那个妇人啊，就顺利生产了。好，那么这个变成所谓的成谛。那成谛在《般若经》里面也有说到啊，凡夫有咒语的功能，不是。啊，它是依自身的功德力。啊，如果你自身没有功德力，就算你这件事是真的，啊，你说我今天没有骂过人，这句事如果是真的，马上给我装100万，没有办法。啊，我这一天都没有偷过人家的钱，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啊，那么就让我这个发票中1000万，啊，也不可能。虽然这件事是真的，但是你本身没有功德力，他没有办法依你的功德力出于成称啊，没办法。啊，所以这个最重要的还是你本身的内在的功德力。那么由内心的愿力引发，它可以在某个范围里面，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成愿。如果可以的话，那简单了，释迦牟尼佛啊，琉璃王要屠杀释迦主的时候，他只要站在中间随便讲一句话都是真实语啊。然后就说，那这个释迦主的人就不会被屠杀。那没办法，他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好，那么《般若经》里面也有说到啊，我以前读《般若经》的时候也看到，就是说，真正的菩萨也不会随便啊，就是发这个啊，我愿怎么样，那么就会怎么样，也不会啊。那么，所以依自身的功德力发真实不虚的誓言，而有能实现誓言的这样的能力力量啊，这个是所谓的成谛啊，有时候叫成谛，有时候谛啊，就成实语。那么有时候也会变成一种。后来也会变成好像咒语一样的。好，再来接来看啊，所谓的咒怨啊，那么这个咒怨基本上啊，那么基本上就是吉祥的祝愿词啊。那一般我们佛教里面，咒怨就是祝愿，这两个字是通的，这两个字古字是通的，祝愿就是咒怨啊，那祝有啊，那像这样的啊，那么所以就是誓愿啊。那么一般我们回向后啊，比如说回向后有，不是说法后有回向，说法后的祝愿啊，比如说我们的回向，一般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啊，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祝愿，啊，那么我现在听法，哇，法喜充满，啊，我从佛法中得到利益，我明白法，那么我知道对增长的智慧，增长的慈悲，增长的信愿。那么我希望所有的众生也都能够啊，能够闻法，而且闻法后增长誓愿，增长慈悲啊，增长智慧啊，对佛的信愿啊，那么从佛法中得到的智慧啊，以及学习佛的慈悲啊，那也可以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这样，那是一种祝福，这种祝愿，一种愿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常常有的，但是后来慢慢变成有一些也变成好像有点咒语的味道啊，变成我回向给你，那么你希望你怎么样，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啊。比如说，啊，我们做完法会之后，那回向给谁，那功德就转给谁了啊。没，后来就变成有咒语的这种概念了。那其实不是啊。那身法啊，吃饭的时候要先唱身法啊。那后来就慢慢传说怎么样，身法可以解毒，就是说你吃饭如果有中毒的话，因为你唱身法，它可以解毒。后来也有咒语的意思，其实不是，其实它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后来很多东西都受到咒语的影响，就变成咒语化了啊。那么身法啊，那比如说好，我们看这个十诵律，淫欲嗔恚愚痴是四戒中毒啊，三戒里面的毒就是贪嗔痴三毒啊，这个是三毒吗？啊，那佛有十法，佛有戒定慧的法，来除一切的烦恼，一切的毒，除这个三毒嘛，这个是烦恼的总称嘛，啊，那么其实就是佛有真实的方法来除一切的烦恼，啊，除一切毒，那毒就是这三毒嘛，解除舍已啊，就是解除掉这个毒，解除掉这个烦恼，舍掉这个烦恼之后。啊，一切诸佛无毒啊，那么就是说本来他是有烦恼的，
后来有这样的方法去除掉这个烦恼之后，它就变成没有烦恼，就无肉的，有肉变无肉嘛，有肉变无肉，肉无肉法，有肉法无肉法，以是实已故啊。那么因为这样的实法啊，实验的实法的缘故，那么一切的毒皆得除啊。后来啊，比如说啊，那慢慢变成啊，好像是哦，这个咒语啊，不是这个咒语，唱这个声拔，那么即使食物中毒，他也不会中毒，那么厉害。那释迦佛受纯陀供养也中毒啊，那他自己不会念了啊？没有啊，不是这样啊，并不是这样啊。那么还有啊，比如说这个咒语里面啊，比如说优婆塞那，舍利弗的弟弟优婆塞那被毒蛇咬死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咒语啊，先把这个讲完哈，然后讲咒语。咒语跟陀罗尼比较接近，等一下再讲整个咒语啊。先把这个咒语之外的神咒之外的这一些先稍微我们分别一下啊，这其实我们大家都混着用了。好，那讲这个身法啊，其实它重点啊，饭前唱身法啊，那基本上它是怎样提醒啊？因为供养施者的人、布施的人跟受布施的人，施者跟受者，第一个啊，身法其实是要平等心的啊，应该平等心供养啊，有时候换清净啊，清净心供养。那么受人家供养的人要平等心受供，平等心应供，要清净心应供。其实身拔是这个作用。后来不知道怎么传的，传到最后就变成啊，要为什么要念这个身拔呢？以免中毒，就变成咒语的力量了啊，不是啊。比如说来讲，比如说我们结下。结下要结界，要解界。那原来也不是这样啊，原来结界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每一个这个每一个地方啊，有一个界一个界嘛。那因为什么要结界跟解界呢？因为界内的人如果有结魔，必须要到。如果他没到，你们不能自己开会。结魔是开会嘛，要解决大小的事情嘛，要投票通过嘛。那有一些要所有的人都通过才可以通过。有一些要多数的人通过才可以通过，有一些是只要有一个人反对，他就不能通过。所以他要规定在哪一个范围里面的人必须要到，啊，不然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要不要去？我在那里要不要去？啊，那要不要等他？啊，那如果在界外的，就不用在结魔成功以前，你不用再进来。如果在界内的啊，开始之后你要赶快去参加，啊，他是要规定到底谁要参加，谁不要参加，啊，那谁可以参加，谁不能参加，他有资格的限定，啊，就好像一般开会也是这样嘛，几分之几的人要到，啊，如果没有，这边就要留会，啊，那有一些比较大的事情，要所有的人都同意，其中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行了，比如说这个人要出罪，忏悔要出罪。那么要在场的人都同意啊，我让他出罪。如果不同意，一个人不同意有意见，他就不能出罪啊。有一些是这样子的。好，那么所以要结界跟解界，要规定一个范围啊，就好像你过午不食，要规定一个时间啊，不然我怎么知道过午是什么时候啊？什么叫做过午啊？时间上你要规定一个明显的，这个之前跟这个之后。范围内也是要规定啊，这个范围里面，这个范围外面，那这个是很合理的啊。那后来的结界跟解界就变成什么呢？你看，后来我就觉得，因为我也参加过嘛，它变成什么呢？啊，你要结界之前，你要先念，念完了之后要再解界一遍。为什么？有些鬼被关在里面了，出不去，所以你还要先解掉。让这一些关在道场里面的鬼先放出去，然后放出去之后再结界，让他们进不来。真那么有效？真那么有效？那么你只要把那一些被鬼附身的都放到界里面就好了，他们就进不来了，哪有可能啊？但是后来就变成这样了，这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演变成这样的，我们也不知道了哈。然后你看
那你解完戒之后，比如说你结下完之后，你结下完之后，你有在解戒吗？结下完之后有在解戒吗？没有，只有结下前才结戒嘛。结下完之后还有在解戒吗？好像也没有，啊，就结下就完了，啊。那如果基本上这个是后来变成啊结界鬼在这个范围里面哦，东南角是哪里？西南角在哪里？啊，那么这个东南啊、西南啊、东北、西北这个范围里面结界了。那么一旦结了界，好像有一个无形的防护罩啊，其实鬼进不来了。没有，不是这样啊。后来就变成有一个咒语的力量啊，就变成是这样。其实原来也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其实后来都掺在一起了，掺在一起了。那比如说，好，我们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毗尼日用好了啊，你看毗尼日用我们也很熟嘛，以前受戒都要念的啊。那毗尼日用啊，比如说我们常念的毗尼日用，它基本上是引这个《华严经》里面啊进行品，那个是名咒啊，就是愿力助愿。他那个是明咒以及这个助愿合在一起的，啊，然后告诉自己啊，比如说最常见的啊，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捐除罪法，啊，他就是类似像明咒这样嘛，就是你大小便的时候，你就要做观想，啊，我的烦恼要像贪嗔痴这样，要把它清除干净，而且我对他一点也不留恋，啊，弃贪嗔痴，捐除罪法。后来这个本来是好的，后来就加上一个咒语，还念一个咒语，念什么？安恨如陀耶娑诃，啊，我以前也常念。但是这个其实就变成你又把明咒跟这个神咒加在一起了，啊，那比如说佛观一杯水八万四千重，那么若不持此咒，如死众生肉，啊，以前的水不干净嘛，那你念了咒之后，水就干净了。那里面有虫，喝下去就杀生，你念了咒之后就不杀生，那些虫呢？那现在不管你有没有念咒，现在不管水干不干净，以前是用绿水囊啊，哪里是念这个咒啊？以前是用绿水囊啊，那现在念这个咒就干净了，是吗？咒语的力量吗？不是，所以我们后面还加个咒语嘛，啊，那咒语是安瓦罗西啊，我看一下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我又写起来啊。什么瓦罗西耶娑诃，我看一下不知道写在哪里。好，瓦西波罗摩尼娑诃，瓦西波罗摩尼娑诃，就变成你在念一个咒，那些水就干净了。那干净是怎么样？那些虫死掉了吗？还是那些虫不见了？还是喝下去你就没有，因为你念这个咒杀生的罪就消除了。所以很多东西它已经是没有，已经是跟世间的神咒加在一起了啊。那毗尼日用什么时候出来的呢？明末清初出来的，明朝末年啊。那因为以前的人认为这些神咒都是佛陀说的，那么其实佛法里面很明显的是禁止咒的，禁止这些神咒。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神咒啊，先把这些讲完。另外一个受供前的送赞，受供后啊，受供前的祝愿啊，就是升拔；受供后的送赞、赞颂、祝愿，这个也是祝愿，就是我们说的达称啊。那么它是赞叹如法布施的功德啊，比如说你看见难传的啊，他很多布完之后，他会在那边念啊，那个类似像这样。那我们就习惯念什么？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那么这个是最常念的，还有后面还有，我们把这个写一下好了，就是这个达称，啊，我们把这个擦掉了，等一下再来看啊，讲神咒，啊，神咒还没讲，啊，把这个擦掉了，啊。这个受供前的这样的赞颂，就是因为你受人家供养，然后这个戒律里面有规定啊，说法之后啊，说法前啊，或说法后的祝愿，那么人家供养之后啊，那么让啊对这些供养者啊，那么给他祝福
然后基本上啊，那祝福的话不外乎是告诉他如实因如实果啊。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啊，我们把这个完整的写一下哈。根有利里面啊，他说所谓布施者必获其益利啊。这个我们吃饭的时候也都会念啊，就是回向啊，吃饭后的念的。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就是要为这些众生做祝福了。那么并不是你跟他祝福他就有，你没有跟他祝福他就没有，不是。你有没有跟他祝福，他如是因如是果啊。但是在居士听到这样的时候，他会更起欢喜心，而且他会明白如是因如是果的道理，其实是这样啊。所以一般受了居士供养之后都要念这个啊，所谓布施者必获其益利，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啊。一般我们都念这个而已啦。假设他为了乐而施的，他就得乐；假设他为了利而施的，他就得利啊。那各个经典记载的不太一样，但是一般我们都念这个了啊。像四分律啊，他就说你受人家供养，你就要为坦悦达称，就是要这样讲：若为利故施，此利必当得；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啊。又不一样，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必获其益利，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菩萨之福报，无尽若虚空啊！啊，根有律里面的啊，菩萨之福报，就是布施的福报了啊！啊，就是赞叹他了，赞叹他能够这样布施啊。那么无尽若虚空。其实也要把它不执着了。施获如是果，增长无休息啊！布施的人啊，能够获得这样大的果报啊！啊，那么福报不断的增长啊，没有停止过啊！他不断的布施，他就福报不断的增长啊，他一直存在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达称啊，就是你之后意思我们现在都叫做回向啊，那么也一样啊。好，那这个是律典里面啊，那各个律里面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么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但是就是像四分律就说：若为利故施，此利必当得；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啊。那么也类似像这样。那么在升起力里面啊，那么大概讲了六种事啊，你都要这样回向祝愿啊。那么就是有人死亡，有人生子，有人盖新家啊，有人要远行会害怕啊，你为他祝愿啊，有人结婚啊，那么有人布施啊，那基本上啊，那你就为他祝愿啊，给他一个祝愿，让他三宝中得到信心啊，那么能够更加的啊信仰三宝，然后能够离恶向善啊，其实是这样的。好，那现在来讲这个神咒啊，主要是这个神咒跟这个陀罗尼后来就完全结合了。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擦掉啊，现在讲一下神咒，讲完了之后再来讲陀罗尼啊，不然我们全部都混在一起了。那么神咒啊，神咒把它擦掉。神咒一般啊，像大智里面也有讲到，它是引发神通，能够感通鬼神啊的一些语言。那么这些有些是他想希求什么，有些是念鬼神的名字，
那鬼神的名字在神咒里面是很常见的啊，比如说大悲咒以及这个楞严咒里面啊，都有这些鬼神的名字。那智论也讲啊，比如说好，我们先讲这个神咒啊，把这个神咒再写一下。那么神咒弄清楚了，我们才可以跟陀罗尼分别开来，因为大部分的人认为陀罗尼就是咒，那咒就是神咒，咒还不一定是神咒啊，有的是祝愿，有的是名咒啊，这不一样的啊。那么但是后来我们都掺在一起了，所以陀罗尼就变成咒啊。那其实陀罗尼不是咒，初期大圣的陀罗尼不是啊，这个婆罗门的神咒啊，不是的。那先讲啊，就是说神咒基本上是引发神通、感通鬼神的言语啊，基本上是这个大概这样的定义了啊，神咒啊，有一些神奇现象啊，引发神通啊，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啊，那么感通鬼神的啊，比如说像那个婆罗门迦楼头语度化的那个婆罗门。啊，他能够请那个鬼神啊来帮他驾车，啊，那有一些原住民会请鬼神来帮他看那个原子、看家，啊，也有的啊。那么很多的很多住在部落里面的人，有些也会做啊。那么这个做基本上都是感通鬼神的，那么天神的还比较少，啊，天神的不用做，天神的依你的功德力啊，那么鬼神那你可以用做，啊。那但是自己也是要有功德力的啊，但有些是跟他交换的。好，感通鬼神的词语，好，那现在我们先来讲啊，这个啊，比如说大智论里面说到，然后我们再来看阿含经对这个神咒啊，这个神是鬼神啊，其实就是鬼神，他不是天神哦，啊，天神跟鬼神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鬼神啊，你有力量，你可以叫他来就来，叫他走就走，天神没办法，天神的力量比你大啊。那么这个大智度论啊，卷五十八啊，但后面了，因为他不在这里啊，他说。世俗咒术，关于这一部分在阿含经记载的非常多啊，就咒术这一部分都是反对的啊，比丘不可以持的。后来阿含经被咒入称入，主要是那个我们先讲为什么后来阿含经里面会开始有咒，律典里面开始有咒。那么最开始的就是我们说优婆塞那那个防蛇咒。那么这个在印度的沙门婆罗门里面已经有这种习惯啊，因为毒蛇很多嘛，跟台湾一样，台湾也是毒蛇很多啊。那佛陀的防蛇咒其实是慈心观，佛陀的防蛇咒其实是慈心观，那后来就变成一个咒语。那这个咒语在阿含经里面也有咒语，但是那个咒语不是原来阿含经的杂阿含里面的，不是的，它是后来被加上去的。那么开始允许防蛇咒，因为会怕阿罗汉、优婆塞那都被咬死了，何况其他的人啊？那佛陀针对这件事，后来有说以后啊，到比较蛇比较多的地方，你要修慈心观啊，那么可以防蛇。后来就加入变成防蛇咒。那防蛇咒开始是最先进入律典里面的。后来啊，进入阿含经跟律典里面，法跟律里面。后来既然可以防蛇，那防病也可以啊。你有什么病啊？你要防病啊。后来也有防病的咒，后来就有治病的咒啊。后来又有防鬼神的咒，不是防蛇而已，还要防什么？防这些恶神恶鬼。那么防什么？防病。后来有治病的咒啊，就一大堆了，就越来越多。就慢慢就变成佛法的一部分，其实是这样来的。那这个其实佛陀都不允许的哦。好，那我们现在太多了啊，就早上啊，楞严咒、十小咒
太多的这些。那么有一些它是名咒，那你没有翻它的意义，只翻它的音。有一些是神咒，有一些是名咒加神咒啊。你如果仔细研究，你就会知道了。我以前对这个咒语啊，也是要为了明白它为什么这样。那阿含经明显说不行啊。那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啊，然后等一下再来仔细讲。他说世俗的咒术。能随贪欲称慧，其实都是建筑在烦恼上面的，所以它是习诸怀真嘛，让你更有人缘，让你可以得财啊，那么财神咒啊，让你可以招财啊，让你可以招桃花啊，有的没有的了啊，让你可以。让哪一些人啊不要靠近你啊，然后去鬼、驱鬼、杀鬼啊，甚至有些是杀鬼的。能随贪欲称慧啊，自在作恶啊，因为他有力量啊，所以他念了这个咒啊，他就可以自在，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好，我们先下课，等一下再来讲。我先把这个写一下。
我们继续再来看啊，讲到这个神咒跟陀罗尼的关系，我们啊今天要把它弄清楚，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混杂、混淆、混用啊，把外道法当佛法，而且这个佛陀说他是遮道法，遮道法就是障道法。为什么障道呢？啊，因为佛法之所以能够解脱，它是来自于智慧。佛法不共世间的就是智慧。那你念这个咒没有智慧的成分啊，我们就是反智的。先来看佛陀的说法啊，先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智论，大智度论卷五十八，世俗的咒术，世间的咒术，人随贪欲嗔恚自在作恶啊。那么那瑜伽师地论里面啊，他说对这个咒的解释啊，语意难了啊，就是你不容易理解。那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好了啊。他说种种音声啊，它主要就是声音啊，所以你如果还在思考到底是要念 Om Mani Padme Hum 还是 Om Mani Padme Hum，到底是要念阿弥陀佛还是要念阿弥陀佛，婆罗门的思考方式。因为佛法重在它的义，你可以用客家话讲，你可以用闽南话讲，你可以用北京话讲，你甚至可以用英文讲，不妨碍这个法的力量。因为它不是在那个声音，不是在文字，你可以用中文写，你可以用巴利文写啊，没有巴利文，巴利只有声音啊，你可以用英文写，你可以用西班牙文写，只要能够表达出它的意思就好啊。这个佛陀在当时啊也是这么说的啊，你不一定要用摩揭陀国说的语言啊，你用其他语言也可以，没有要固定的语言，因为你这个人听这样能够听得懂，你就用讲那个话，声音不是重点啊，是声音背后，文字声音背后的那个道理，增长智慧的啊，那么这个才是重点。好，那么他说为达罗弥土种种名咒。好，这个是瑜伽师地论来解释那个咒语的啊。那达罗弥陀啊，就是我们说的达罗韦陀啊，有时候叫做达罗毗陀啊，其实就是他的原住民啊，雅利安人征服达罗韦陀人，那么把他贬为首陀罗贱民。那原来雅利安人啊，就是原来的婆罗门三种吠陀啊，就离聚吠陀嘛，赞颂神的嘛，啊，那么娑摩吠陀嘛，啊，这个歌颂的嘛，啊，那么夜罗吠陀嘛，啊，疑鬼的嘛，那后来又加上达罗韦陀人的信仰，达罗韦陀人的信仰就是，它是神咒，就是神咒，把它加入进去就变成阿达婆吠陀，变成四吠陀，所以阿达婆吠陀里面都是关于咒语的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他说达罗弥陀啊，就是那为什么这个达罗弥陀他的意难了呢？因为原住民的语言跟雅利安人的语言他有一点不太一样，就好像我们会觉得啊，这种话很难听，很难听得懂啊，比如说啊，导师他讲宁波话，那宁波话的声音很难听得清楚啊，就是不容易辨别啊，类似像这样啊，就是说有，当然你对宁波人来讲啊，他这个声音不会难听得懂啊，但是雅利安人对于原住民的一些语言他不容易辨别，所以他就把它称叫做鬼语，鬼语啊，这个达罗韦陀人的语言叫做鬼语啊。那后来这个鬼语啊，又跟鬼神的语言就掺杂在一起，就变成驱动鬼神的语言啊，神咒啊，反正这个错综复杂了，反正这种东西哈，就是它掺杂的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条件，有因有缘嘛，啊，那我们如果仔细跟他研究一下，啊，你会发现到啊，这个咒语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哦，实在是错综复杂，然后又跟佛教的陀罗尼啊结合，啊，那么就形成我们现在很庞大的这种咒语的信仰，啊，那念一个什么咒什么咒，治病的、治鬼的、防鬼的。防小人的啊，
那么招桃花怎么一大堆了？这个婆罗门里面本来就有，婆罗门里面就有了。好，那我们先来看啊，《长阿含》的《幻动经》啊，啊，我们这是举其中的例子。其实，在《阿含经》里面非常多，《阿含经》里面基本上都是明文说的啊，除了少数被加入，比如说那个防蛇咒，那个是有部加入进去的，其他你在《阿含经》里面你很少看到有讲咒语的啊。那么，但是这个《阿含经》里面有少部分被加进去，那么瑞典里面就很多了。瑞典里面就很多了啊，防什么？而且他讲，你如果持外道咒，你是犯戒的；但是你持的是防蛇咒、防病咒、防鬼咒啊，不犯。就慢慢慢慢已经开始渗入进去了。就好像说佛陀说不能够普问吉凶啊，不能够别贪宝贝。那后来啊，你就变成啊，沾茶木轮啊，类似像宝贝的啊，他可以啊，为了了解。我到底清不清净？我到底要修哪个法门啊？可以方便。后来类似像这样啊，那其实原来是没有的，原来没有啊。那像药师经很典型的是把婆罗门的一些做法啊跟佛法结合了啊，所以有续命明幡，有绑五色线啊，念什么咒啊，反正这种东西其实不是佛教的做法。那么可以说摄受婆罗门的方面，因为他习惯这样做。那好吧，那你就照你的习惯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你除了这样做之外，你还要怎么做？啊，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加流陀椅，加流陀椅告诉那个人，那、啊、你习惯持咒没关系，你就用你持咒的心来持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但是你不能只是这样念，你还要思维它的道理。好、哦，把原来他们不思维道理的东西加进去了，啊，那么后来他从这个道理中得到受用。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有摄受婆罗门的方面，所以他跟他讲嘛，我也有如意神咒啊。他讲的如意神咒就是符合他，哎，我这个持这个咒很灵验啊。你看我请鬼神来，这个鬼神就来啊。所以，但是没关系，我就方便摄受你，我有如意神咒，但是你要照我的话做啊。你看，这个就是什么方便摄受，先与一勾牵嘛，后令入佛智。原来的大圣啊，我说原来他是这样的啊。那么，但是后来把佛教里面的观念反而隐去了，就流俗变成外道了啊。所以叫做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啊，就越来越等同世间了，庸俗了，方便啊。但是开始跟世间就变成跟世间一样庸俗了啊，上流、中流、下流嘛，上流啊就是佛教的嘛。啊，那么下流就是比较世间的嘛，啊，那么就是比较等而次之的啊，就世间人庸俗的这些做法，分辨出下流了。这个是后来啊，我们研究佛法后，你发现到，哎，佛法变成这样了。所以你看那个沾茶木轮，啊，但是大家不知道啊，啊，那像这个藕益大师啊，那么他也是用沾茶木轮啊，啊，他怎么沾都觉得自己不清净啊，所以。他又舍比丘戒，又舍先舍菩萨戒啊，后来又舍比丘戒啊，先舍比丘戒的样子，后来又舍菩萨戒，后来又舍沙弥戒，最后连五戒都舍了。为什么？啊、他觉得不清净 那么这种观念其实影响蛮多佛教徒的啊，像我们念大悲咒、念药师咒啊，念什么咒的观念，然后一开始啊念大悲咒，念大悲咒没有起大悲心。反而起什么？起嗔恨心？为什么？打鬼嘛。念大悲咒是打鬼用的，就算你不打鬼也防鬼。那么你不是要度一切众生吗？你防他做什么？你嫌弃他吗？你厌恶他吗？你驱离他吗？那他要来这里学佛，你为什么要驱离他？他来参加这个法会，你为什么要驱离他？啊，那啊，所以你看，我们做一个法会之前，要先念大悲咒，洒净。把所有不干净的都赶出去。那从佛法来讲，最不干净的就是你不平等的心，这个最不清净。不平等的心最不清净，应该要先驱离的是你这个不平等心。啊，你有你这个看啊，一切这一些弱势众生，啊，你就嫌弃他，你就厌恶他，你觉得他没有资格进到这里面来，这种心是最不清净的心，你要先舍掉。啊。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观念以前我也知道，以前每次去福演，我们要我在福演上那个读书的时候，那么要开学以前都会啊，都会先念佛，念佛之前都要洒净啊，就念大悲咒，然后这个拿个水啊，院长就要拿着水啊洒洒洒到哪里，那个时候我们都这样认为了啊，都这样认为，因为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可是以前就这样认为，洒净洒到哪里，这个房子洒到哪里，那些鬼神都进不来，那些不好的鬼神进不来，只有善神进得来。那些不好的鬼神都进不来，那个脏的、臭的，啊，没有智慧的，都有一个无形的界限隔住他们。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甚至这个人驱魔、琢磨了，啊，被鬼附身了，我们念大悲咒要把他打出去。你看你这个心是什么心？这个心是嗔恨心啊！啊，你打的不是众生吗？你救的是众生，伤害的也是众生啊。那这个大罪里面叫做败坏菩萨，你没有平等心，你没有救护心啊。那么所以基本上我们念咒的观念很多都是错误的，很这样结界也是这样啊。啊，那我们念咒的观念已经是变成世俗依靠鬼神啊，或者防鬼打鬼。啊，那么治病啊，但是这种理论不合乎佛法。佛法是讲缘起业报因果的，它不是你一个咒语一个声音，那么可以改变业报、改变因果的。好，那我们来看，先来看这个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强调咒语的功用，其实佛教强调智慧的功用，所有的功德都来自于智慧，不来自于特定的。声音、文字、图腾、手势，就是外在的这一些声音啊，声音、文字啊，你像有一些文字啊，那么声音、文字，然后这个手势啊啊，特定的姿势啊、方位啊，这些不来自于心的智慧跟慈悲，来自于你内心的智慧跟慈悲，才是真正的功德深处啊。像后来咒语跟佛教的咒语，就是外道的咒语啦，其实没有佛教没有咒语，外道的咒语跟中国的印度的咒语跟中国的符结合在一起变成符咒。我这里好像有一张符咒，那这个在佛教也很常见。那以前哦，在这里其实也有很多种形式啊，结合在一起了，以前没有的，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把这个拿出来一下。啊，你看这个，啊，你看这个现在也有这种，那也有很多种的。这个好像是人家往生佛寺也会送的，跟毛巾一起送的。还有很多会贴在哪里？贴在哪里？这个就是符跟咒，你看它写什么呢？写嗡阿哄。然后大悲不知道写什么哈，啊，那么还有很多种类似像这样的，这个就是符跟咒。中国是咒文字图腾，一个像文字。印度是咒声音，他认为文字有力量，声音有力量啊，所以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符啊，写那个符啊。那么中国人讲不会画符，鬼神叫啊，那就是你不会画符啊，鬼神都笑你，因为符有力量，你不能驱动鬼神。我以前在家的时候也学过，啊，我也想要学，后来还好没有学，啊，那么这种后来就是符跟咒结合在一起了。好，我们来看，所以他说《长阿含幻动经》，如于沙门，啊，婆罗门，于就是不是佛教的，佛教之外的沙门跟婆罗门。啊，因为当时就是沙门婆罗门嘛，啊，那么外道沙门语就是外道沙门跟婆罗门，啊，十他信师啊，因为这一些啊，沙门也是托钵的啊，别人供养的东西，婆罗门不是托钵，婆罗门也有托钵啊，但是婆罗门大部分是做法会，然后信徒拿去供养的，供养神的，供养婆罗门啊，基本上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比较是。生活方式比较像婆罗门，啊，因为中国很少在托钵，
这个南传的就比较有，我们都是坐华位在这里，然后靠信徒供养。那这个比较像是婆罗门的方式，婆罗门其实也是这样，行遮道法，遮道法就是藏道法，这些是藏道法，持咒是藏道法。阿含经说的，他为什么藏道呢？反智嘛，没有智慧嘛，不思维嘛。你觉得我有特定的声音啊，后来也有手印啊，特定的声音，特定的图案啊，就是图腾啊，比如说那个万字形，那个什么形啊，那个种子字啊，贴一个在那里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啊，特定的声音，特定的图腾，特定的文字，特定的手势，我就能够产生特定的力量。这个不合乎佛法，佛法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心，而且是清净的心那么不清净的心当然也有力量，那个是负面的力量那清净的心是有正面的力量，有向上的力量，不清净的心也有力量，有向下的力量所以它都以心，心为一切法的主导。那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外面的，你就不会反观内心。你不试着让自己的内心清净，而试着透过特定神秘的声音、文字、图腾、手势来达到你所想要的，这个是不合乎四谛的，不合乎缘起，不合乎因果的。当然，这个叫做借进取。这个就叫做借进取，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借进取，借进取决定不能得解脱。解脱入圣流，第一个就是要先断借进取，借进取断了，才能明了四谛，断疑。借进取跟疑断了，才能断生见。这个是佛法很清楚的道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也念一个解脱咒，一个念一个什么？就可以得解脱，没有即使你读的是佛教的经，释迦牟尼佛说的法，你没有思维他的道理，没有从中升起智慧，一样不能得解脱，何况念的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的道理。就算你那个道理是清楚的，你念的是金刚经，念的是心经，但是你只是反复的念诵量变不一定能够导致质变，不会，没有造成根本的改变。你念心经，你从不去思考什么叫做五蕴，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色不异空，什么叫做空不异色，那你从不去思考这个东西，那你怎么可能因此得解脱？你只是反复的念诵，即使你念的还真的是佛法你都不能得解脱，何况你都不晓得他的意思，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脸上，你都不晓得你在念什么，你怎么可能得解脱呢？解脱一定要有解脱之见，你没有解脱之见，你怎么可能得解脱？解脱之见不离开什么？如实知、如实见、如是因、如是果。苦是从哪里来？是怎么断的？你这个要清楚好。所以它叫做什么？实他信施行遮道法。这一些沙门、婆罗门、外道沙门跟婆罗门做的都是藏道法，所以他们不能得解脱没有八正道邪命自火，没有正命，叫做邪命那么那如果是沙门取坦呢？清净正命清净自火，清净自火叫做正命，为人咒病为人念咒来治病治鬼治病你看或诵恶咒，恶咒就是要对治那一些鬼道的众生，或是杀鬼或是驱鬼，或是打鬼很多或诵善咒，那善咒也许好的好心的好心的那么希望给你招一些财来，给你招桃花来但是也是不对沙门取坦无如是事。我们不学这个，我的弟子沙门取坦就佛教佛陀说我的弟子没有这种事，也不学这些。好，现在来看非常有名的中阿含徒弟经，这个是长阿含的，中阿含里面有两本经也在讲这个徒弟经跟多戒经。汝等他跟比丘讲，佛陀跟比丘讲，你们
有没有曾经深深诊患啊，就是皮肤病了 或是长肿瘤了，有的没有的身体有病了那么深甚重苦，那么很苦非常苦。那么人在最苦的时候最容易怎么样？病急乱投医，什么方法都好，只要能够让我离苦都好什么都会试。他告诉你，你念这个咒念几遍，那么你的苦就会消除。你会不会念？会啊，你会念。但是如果一个真正有正见的人会不会念？不会。为什么？徒劳无功，徒劳无功还增长愚痴。因为如是因不能如是果那你正需要，你正需要有的时候你就是需要有。那告诉你，有人告诉你，那个海边的沙你拿来烤，它会烤出油来，你会不会去做？不会。因为什么？沙里面怎么可能炼出油？但是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不懂得沙里面的原理嘛，所以你可能会去试试看因为你没有油就快死了。这个时候有人跟你讲沙可以炼出油，你也会试试看但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去做这种愚痴的事增长愚痴嘛好，那你看乃至命欲断如果你们有病苦，或是家庭有一些状况，或是经济有一些状况，或是身体有一些状况，或是父母兄弟这个子女有一些状况，有人跟你讲你举行这个仪式你做这样的咒，你念这样的咒语你做这样的一个方法，你就可以去除掉你现在想去除的一些病一些苦那你会不会做？你可能会做。就算你自己不做，你可能会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子女，为你的兄弟姐妹，为你喜欢的人，为你想帮助他的人去做。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参加活要超度因为其实他也不知道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效，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就算有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效，无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无效，他其实是不知道的。那他为什么要做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也因为到底做了有没有效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比如说超度到底有没有效，你怎么知道？你要怎么知道到底有效没效？你不知道但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做，那么就做做看，要不然怎么办？我能尽的心力做到这边嘛尽一点心力而已嘛。世间人是这样想法的总是要尽一点心力嘛，表达我的一点点什么样心意嘛有效没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它是表达我心意的一种方式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是不是？多数的人其实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一个有正见的人，他不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这样做是你没有办法实际利益到那个人，你又自己增长邪见增长这些不好的因缘那所以我们再来看，他说就算你甚至病苦到你命快没有了，舍此他讲的很多这个此就是你不去思维缘起，缘起就是什么呀？有因有缘世间起嘛，苦有因有缘苦会产生，有因有缘苦会消失。四谛是什么呀？解决苦的正确方法，了解苦生起的真实原因这个苦也可以是一个问题你的先生不爱你了，你的太太不喜欢你了，你的儿子不孝顺了你念个怎么咒那么来念个咒，然后有些人是这样的念个咒，然后念在米里面，然后把那个米煮饭给他吃，然后就能够改变他念在水里面，然后水倒进去，然后给他喝下这个水，然后就改变他也有这样的很多在家里面，在他的枕头底下在他穿的裤子上那做些什么法，然后他就可以改变太多了。如果你是有正信的人，你绝对不信这个事。他也许也有一点效用，因为有鬼神的作用但是他还要有，也不是都一定会有作用，但是他有特殊的因缘下可能会有一些作用，但是这些作用不大，反作用比较大，作用会有反作用。
那佛教的这些智慧的作用不会有反作用，啊，那么它有一些起到一些效用，但是会有后遗症，啊，世间的神咒有这一种的，好，那好，他说这个你不去思维缘起四谛，四谛是苦集灭道嘛，苦是问题，问题是苦啊，那么问题的症结你要去弄清楚，到底是怎么来的，啊，问题的症结是集。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道，把问题彻底解决，你怎么知道有彻底没彻底？所以你要去研究因有没有解决，因解决了，果就彻底了，因为所有的因都没有了，所以它就彻底了。因为你不晓得那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究竟，有没有圆满，所以灭是把苦灭尽了，啊，那这个你要知道，那怎么样的方法可以真正的把苦灭尽？一样，问题的症结，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的彻底解决，就是苦集灭道。如果我们照这样来看，苦就是问题，集就是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灭就是彻底的解决问题，道就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正确方法。好，那么你没有去思维这个道理，啊，如果我的病到底怎么来的，怎么产生的，那我现在要怎么办？有些苦是能解决的，有些苦是不能解决的。我们说过，即使释迦牟尼佛老病死的苦，他也没有办法，哎，这个是业报，他没办法，啊，所以他只能够，啊，能够让心不受，啊，他有能力了，啊，但是我们没办法的话，我们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再挣扎，啊，那么甚至你为了要灭现在的苦，你又造作了未来的苦，因为你的邪见，你的邪见或是你错误的方法，会让你这个苦暂时停止，或是没有解决，或是少少得到解决，但是更增长了未来的苦，更增长了未来的苦。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现在的苦能够减轻就好，能够解决就好，未来会有什么苦我不管，现在能够解决就好，以后再说，啊，我们会变成这样。这样其实是因为你这样的观念会导致于你以后不断的受苦，啊，那所以你看啊，比如说我就睡不着，我就吃安眠药，睡得着就好，其他不用管。安眠药吃久了没有效了，那你那个时候更难了，更难了啊！要而且要除去掉这个安眠药的这样的一个毒素，那又更麻烦啊！你喝酒了啊，喝到忧愁都没有了，喝到最后肝硬化了。啊，酒精中毒了，这个时候喝酒也没有效，又要除去酒精中毒，又要让肝没有硬化，那个更麻烦。一样啊，就是我们有时候都是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要解决现在的苦。那因为这种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方式，导致了未来更多的苦以及更重的苦。啊，所以很多邪见都会堕什么？堕畜生道，堕地狱。很多邪见都会这样，那你不知道，那你未来再来的时候，你会引发很多的邪见。好，所以乃至命逆断舍此，你不去思维缘起四谛的道理，所以缘起四谛是佛法的核心啊。更求外，求外是什么？求神咒，求神力加持啊。那么颇有沙门犯智，你看过啊？跟比丘讲，你们知道有没有真的？这个沙门外道沙门，这个梵智，啊，那么持一句咒、两句咒、三句咒、十句咒、百句咒、千句咒，那么持此咒令脱我苦，啊，他为什么要持这个咒？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嘛，啊，经济上的问题、身体上的问题、家庭上的问题，乃至国家民主的问题。好，那么你有没有看过啊？就佛问比丘嘛，你有看过真的有沙门婆罗门梵智，就是婆罗门？那么持咒难道就能够得苦尽的吗？如果可以，问题就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吗？如果可以，那佛陀菩提树下成正觉也不用那么麻烦，就持这个咒就好了，啊，有苦就持咒，有什么苦就持什么咒，我不就都解决了吗？啊，没有得苦尽耶，啊，苦尽就是灭嘛，啊，能够灭苦吗？啊，佛法是灭苦之道，比丘说没有的，世尊，还真的没有。
好，来看多戒经啊，一样哦。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佛教徒还蛮重要的，特别是出家众。好，诸有招事，什么叫招事？啊，招事就是遭遇不幸的事。啊，遭遇不幸的事。啊，我们说有种种的问题嘛。啊，家庭的事，啊，社会的事，啊，公司的事。啊，自己的事啊，朋友的事啊，父母的事啊，非常多啊。那不幸啊，那么如诸有遭事灾患啊，天灾人祸、瘟疫啊，就非常多，忧戚恐怖啊。那你感到忧戚恐怖的事啊，让你忧戚恐怖的这一些不幸的事啊，灾难，这一些怎么来的呢？这一些都是果，我们要知道这一些都是果。就好像痛苦是果，短命多病是果，啊，贫穷卑贱是果，家庭堕乱是果，这个都是果。那么果是从哪里来呢？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苦会产生，啊，那比一切从愚痴生，就是什么？无明，愚痴不知道，啊，没有世间正见，所以先没有世间，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知道所有的善都有善业，所有的恶都有恶业。啊，所以你一直没有离恶向善，所以你才一直累积恶业。那么现在形成果报了，你又重复造作这些恶业，要来用大鬼要来治小鬼，啊，那么这样的问题你会一直相续下去。所以说从一切都从愚痴生，所以《阿含经》里面愚痴无闻凡夫多闻圣弟子，智慧多闻圣弟子跟愚痴无闻凡夫这两个。啊，那你看，啊，不从智慧生，都是从愚痴生。智慧的人不会做这种事，也不会想从这种事里面得到好处，没有，因为过患就是弊大于利，过患还比这个利益多啊。那么利益只有一点点，但是过患很多，而且很长远啊，所以不会。啊，那时候若见地人啊，这个见地就是入圣流的，真正有智慧的人，有正见具足的人。那么一般不用见地人，只要正见真上的人就可以了。正见真上还没见地，见地就是入圣流了。啊，入圣流还有贪嗔痴哦，但是他已经如实知因果了，如是因如是果，他知道了。啊，他不会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那正见真上的人基本上就不会了，他还是凡夫。但是他已经正见真上，啊，那么信卜问吉凶的，相信卜卦，而且去问吉，这样是好，这样是不好，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那么适合做什么事，啊，那么还去相信这种东西，那么信卜问吉凶者，啊，一般叫做趋吉避凶嘛，啊，那我这个寺院要盖在哪一个方向啊？坐南朝北，坐东向西。啊，我这个寺院门要开在哪里？啊，那个我这个寺院啊，龙边要盖厨房，虎边要盖疗房，还是虎边要盖厨房，龙边要盖疗房？啊，他不是看这个，他是看方便性、流动性。啊，那么以前的风水是讲地理，不是那种我们那种，它是有科学根据的。你盖在你这个山这个边，比如说你风是往这边吹。那你的门在那边，你就受风嘛，受风你容易怎么样？容易感冒，容易生病。所以他是看那个，你这个山旁边，你这个山旁边这个山是暖的，那么一下大雨，水都往你这里冲，那个是那个叫做风水啊。那么你如果不了解，你很容易因为哈、啊，那么下刮大风、下大雨、地震啊，你就发生灾难。啊，那你盖在那个你那个门口正对路的中间，那个车子开太快，刹车不及就撞到你家里面去了，那个叫做路冲，啊，它基本上它是有科学根据的，但是后来就讲的变成是哦那个地理方位，啊，那个就已经离得越来越远了。好，那这个你看啊，若信卜问吉凶者，终无是处。啊，那床位啦，床要朝哪一边啊，哦，所以我们说过啊，就像以前我在福远的时候啊，我
那个有一个看地理的，啊，以前我现在住恒山，也有人也有地理师去看啊，我们不管他啊，那他看他的啊。那以前他在福远啊，他一个地理师啊，因为地理师他看过很多地方嘛。中国也有很多人会看地理的啊，但是地理基本上他不是完全没根据，但后来我们讲的太过超过智慧的层次了啊，这不是佛教说的。那么就是。他就去福远看啊，他看福远前面啊，下面是一同寺嘛，然后上面有种一排柏树嘛，啊，他就说，嗯，这个福远这个道场的气氛很好，啊，有福报啊，地灵人杰，好。那讲了之后，他说，但是啊，你要注意啊，这个前面那排柏树哦，不要修剪，因为修剪了啊，会有漏洞，福报会从这个漏洞漏出去。我说，我听你在胡说八道，我心里面这样想。这么多出家人在这边修行，还要靠那几棵柏树才有福报，那你在修怎么样的啊？那么柏树修得不好，这些修行人就没有福报了。福报不是靠他的修行，是靠这个柏树长得好，柏树照顾得好。那你说你真正有正见的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是还有些人真的相信啊。那所以你看这种东西哦。那么你有证件没证件啊，就体会出来了啊，你生病了，哎呀，你家的祖先那个埋的位置不对，哈，你们没有跟他现在在哪里受苦，你们没有跟他超度，所以家里才不平安。那因为你家里不平安吗？这个是事实吗？所以你才会去求救他吗？然后他会跟你讲，嗯，啊，那么你们家的祖先现在在受苦。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啊，所以你们要跟他办一场超度法会，要不然不会平安。那你会不会做？你会去做啊？为什么？因为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可是现在，因为你为这个东西困扰嘛，所以他跟你讲，你这样做了一个花钱消灾嘛，啊，花一点钱没关系嘛，啊，可以解决问题就好嘛。有正见的人绝对不做这种事。为什么他不能解决？而且如果真的解决了，也不是那个法会解决的，不是。但是就会让你养成一种观念，邪见。以后有什么问题再做一场法会，以后有什么问题再做一场法会，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个就你就没有缘起因果四谛的概念了，没有了。你就是变成外道的了，啊，所以你看哦，啊，那么。若见地人信普问吉凶者，终无是处。终无是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终究没有这个道理。如果一般没有正信的人，凡夫人，世间的凡夫，愚痴无闻的凡夫啊，他会这样做，他会去这样做。那么是有的，是有这种事的。世间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害怕。你叫他做什么，他为了要解决问题，他就会做什么。所以有很多人会借这个敛财，或借这个鼓动，啊，那你看那个太平天国能够鼓动那么多人，邪教能够鼓动那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啊，那么他相信你嘛，啊，那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然后必有是处，才有这种道理，世间愚痴无闻的凡夫才会去相信那一些没有因果的道理。真正的正信的佛弟子不会去相信这一种不符合因果的道理啊。那么若生疾苦啊，一样，如果啊，一般都是在苦的状态下才会去想办法，疾苦的状态下才会去想办法解决嘛啊。那么慎重的苦，疾苦慎重的苦，不可爱不可乐啊，那么乃至甚至啊，那么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后是这样了，要死也死不了，要活又活不起来，好又好不起来，又不想死，啊，又很苦，那怎么办？舍离此内，啊，你不思维如实之五蕴六出缘起，你不去想这个道理，这个是什么道理？身心无常，苦无我，如病如痈如痴，恼害。那么苦受到底是从哪里来？根尘是合合而有的。啊，才有苦受乐受。那么你有没有在这个苦受里面生嗔？有没有在这个乐受里面
生贪。那么苦跟乐到底是怎么起来的？你没有去好好的思维，那么从无我里面去解决这个苦啊，那么去堪忍这个苦，那么你更从外求，只是为了灭苦啊，持一句咒、两句咒、三句咒、十句咒、百句咒、千句咒，令我令脱我苦。如果这样，苦就可以消除，终无是处。没有这个道理，而且不会有这种事发生，因为佛弟子不会去做这种事。那么在家人做这种事，苦就真的可以消除吗？也不可能，没有这种道理。如果可以，那佛教讲的缘起四谛是唯一的真理，要另外说，还有其他的真理。那么外道沙门婆罗门也可以得解脱，也可以灭苦，也可以灭苦，没有这种事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神咒跟陀罗尼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陀罗尼变成神咒，好，那陀罗尼是什么？好，我们来看，这个是讲到啊，这个神咒的这个部分啊，因为它跟佛法的陀罗尼啊，那么还有很多啊，我们刚才讲很多的观念都混杂在一起了、啊。那因为这种事情影响很深，因为即使是现在的一些大德，他早期都是念咒念到有感应的，念到有感应的。啊，比如说念最常有感应的，基本上最常有感应的准提咒、楞严咒、大悲咒，基本上很多，有的是念经感应的啊，比如说金光明经，有的是拜忏感应的啊，都有了。但是如果念咒的话，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咒语大概就是大悲咒，然后往生咒最常用的。那么楞严咒因为太长，那念的人不多啊，但是你只要专心念，什么咒都会感应的，什么咒都会感应啊。那么但是我们比较常念的大悲咒、准提咒啊，每天吃饭都要念的嘛啊。那么大悲咒啊，就是几乎所有的法会都有大悲咒。那么佛寺里面基本上有往生咒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咒了，但是大概常用的就这几个嘛。然后修地藏法门的大概就是灭定业真言啊，又真言，你看真言啊，其实就是咒啊。那么药师咒啊，还有药师咒啊，药师咒有些人因为药师法会也很流行啊，然后普门品啊，就药师咒、大悲咒啊、往生咒啊，这个是净土法门里面的，然后观音法门的，然后地藏法门的就灭定业真言。然后还有啊，就是准提咒，然后这些大概是比较常用的。但是我们就说，这个有时候是真言、明咒、神咒啊，全部混杂在一起了啊，全部混杂在一起了。那有一些是啊，当时的方便法啊，那么这个并不是原来初期大圣里面的啊，原来不是，那后来就慢慢改了啊，像律典里面有很多咒语。啊，那也是渐次渐次啊。你如果看研究那些律典里面，那个有一些部派，比如说法藏部有一个咒藏，法藏部还立一个咒藏啊，就是他五藏里面有一个咒藏啊，咒里面特别把所有的咒结集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个有立咒藏的，我来看这是啊，大众部立五藏啊，就经律论有三藏，那大众部还立一个菩萨藏。还有一个咒藏，法藏部立一个杂藏，立一个咒藏，都有咒结集这个咒，所以咒在僧团里面其实流行很久了。佛陀灭后开始，那印度原来的信仰啊，都讲究这个嘛。那么没有正见的人就越来越多啊，那就开始已经在律典里面啊，已经很多看得到很多啊念这个咒的啊。那这个阿含经里面。啊，明显的，其实讲啊，这个没有这些事，沙门瞿昙无路之士不会这样做，正信的佛弟子不会这样做，但后来慢慢就改变了，啊，你看法藏部、大众部还别立咒藏啊。好，那我们来看，那现在来看啊，大概咒的问题大概就啊，真的要讲也很多可以讲啊，大概，但是我们就大概这样说啊，先了解一下啊。那咒基本上就是三个特点嘛，不用智慧，反智
啊，你不用去思维啊，那你相信就好，重信啊。那么通俗世俗啊，通就是世间的需求啊，然后简易很容易啊，你就念就好了，专心念就好了，其实不用讲太多啊。那字久念久了，念多少遍啊？所以咒都是700万遍700万遍啊。那么心就会感通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现在啊，来看这个137页。那先讲啊，它就有三件事嘛啊，陀罗尼、三昧啊等人啊，这三件事才叫做菩萨摩诃萨啊。那现在讲陀罗尼啊，那陀罗尼不是咒啊，那我们已经讲过了。好，现在说以知次第义，何以故名陀罗尼？什么叫陀罗尼？好，那这里讲到主要的三种陀罗尼。这里有讲三种陀罗尼啊，那么一个是文持陀罗尼啊，这个在138页啊。我们先知道文持陀罗尼、分别支陀罗尼，还有录音声陀罗尼。那后面啊，就种种的陀罗尼叫做啊500陀罗尼，主要是这三种啊。那还有啊，这个其他大智论里面讲文陀罗尼跟实相陀罗尼两种，所以加起来的话，基本上陀罗尼就四种啊。这里是在解释陀罗尼的意思，但是我们先了解佛教的陀罗尼啊。这里讲三种啊，主要的三种文持陀罗尼、分别支陀罗尼啊，陀罗尼等一下会解释啊，总持录音声陀罗尼啊，然后种种无陀罗尼，然后再配合啊卷，我看卷多少，卷85的样子，还卷90，坐后面那边大智度论很后面了、啊，我写在哪里？啊，有两个陀罗尼，文持陀罗尼，还有啊，卷85啊，实相陀罗尼跟文持陀罗尼啊，卷85，这里讲三个，然后卷85啊，有实相陀罗尼跟文持陀罗尼，那文持陀罗尼包括这个啊，包括这个都在文持陀罗尼里面啊，实相陀罗尼。然后文持陀罗尼就卷85的啊，他讲两种啊，那他这里就是文持陀罗尼，那文持陀罗尼包含这些，然后实相陀罗尼啊，这个卷85，智论卷85，那这里是卷几？卷四嘛？这里我们现在讲的是卷五啊，卷五讲这三种，这是卷五。然后卷85啊，讲这两种。好，那我们把它合起来就是四种陀罗尼。那四种陀罗尼很明显的啊，四种陀罗尼很明显的，这个是文所成。你看啊，应该我们把后面写一下啊，这个是这三种是卷五的啊，然后这四种是卷85的。这四种是卷85的，啊，这两种是卷85的，但是其实它就是文持啊，啊，这85卷85，啊，这卷85就是这个加这个，但是这个里面有包含这两个，好，就卷85的。好，那我们把它合起来看，我们再来看，你就会发现到，其实陀罗尼就是生成智慧的次第。所以它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嘛，啊，总持嘛，这个是文所成，文持，啊，文所成，
闻所成慧，这个是思所成慧啊，分别知嘛，思所成慧。这个是修所成慧，啊，观了，去观照了，啊，修所成慧，啊，然后入心了，然后这个是有漏慧，那么这个是什么？正所成慧，如实知了实相了，啊，正所成。它其实佛教最重要的是智慧，啊，一切都以智慧，啊，一切皆从智慧生，啊，不是从愚痴生。那外道都从苦，都从愚痴生。不从智慧生，离苦苦灭是从智慧生，不从愚痴生，啊，所以正所基本上是智慧，智慧的修学次第。智慧的修学次第，那你要有智慧，你先要把佛法的道理背起来，忆此受此。受持之后要了解他的道理，了解到的道理要如说修行，所以我们看嘛，基本上就是这样嘛，啊，这个就是如是我闻嘛，啊，你要把听的，你要把佛法所听的背起来嘛，啊，你才能够思维啊，你都不晓得讲什么，你怎么能够思维？比如说啊，五蕴照，比如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波罗波罗蜜就是到彼岸的，你要解脱，你要先思维，因为你不能解脱，是因为有我嘛，我见我爱嘛，所以你要先了解什么是我。那什么是我？五蕴啊，你要背起来啊，色受想行识。那去思维五蕴有哪一些？照见五蕴皆空，好，你要去思维五蕴是什么啊？色受想行识。那怎么样五蕴皆空呢？色是空，受是空，想是空，啊，去思维，然后你心要专注。去思维色为什么是空，受为什么是空啊？就入因生了。然后之后你真的照见五蕴皆空嘛？你就度一切苦厄，灭苦了。因为一切苦都是从执取五蕴，由我而生我爱，我爱而造业，造业感召生死，都这样来的。好，那这个后面会讲。你看，这个就是如是我闻啊，这个就是如理思维。这个呢，如说修行。啊，这个就是如实之见。那么，如果从思一流之来看，啊，这个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显，啊，那么正入圣流啊。这基本上，如果从思一流之来看，啊，那你听闻正法要先亲近善知识，啊，那么所以入圣流嘛，这个就入圣流，啊，那入圣流的思一流之。啊，那这里前面就叫那个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显，那么就趋入圣流，进入圣流，啊，入圣者流，就证出果啊，证二果，证三果，证四果，如实知，如实见了，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好，这个是啊，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啊，证所成慧，啊，那你会发现到佛法的陀罗尼。啊，跟外道众音声念咒语的这个气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它叫总持嘛。好，那我们先把这个陀罗尼的名义啊，先知道一下啊，再下课看看。陀罗尼者啊，秦就是当时鸠摩罗什那个时代姚秦啊。我们说鸠摩罗什是413年啊，401年来到中国长安的啊，那么413年在长安入涅槃。啊，入灭啊，就往生了。那《大智论》在这个期间翻译出来的，那个时候是姚秦啊，不是那个秦始皇的秦，是姚兴那个时候的秦啊。那秦始皇的秦是嬴秦啊。好，秦言啊，就当时的话，中国话叫做能持或能遮。能持什么叫做能持啊？能集种种善法。能持令不善不思，就是你把这一些佛说的法背诵忆持啊，忆持不会怎么样，不会忘记。比如说缘起啊，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处处缘受，
受缘爱，爱缘起，起缘有，有缘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好，那你一个想，苦从哪里来？那你有苦受的时候，你就知道那苦是怎么来的啊？苦是从老病死来的啊。那老病死又怎么来的啊？老病死是从有业，有这个业，业成熟有业报嘛，引业满业嘛啊，或是引业受苦，或是满业受苦嘛。那这个有成就有的这个业又从哪里来啊？就一个这样想啊，从执取来。那执取又从哪里来？从爱来，爱烦恼，就是烦恼来。烦恼怎么来？面对境界的时候，六根对六尘的时候，跟无明相应，跟我见我爱相应，就起了烦恼，造我业啊！你就这样想，那你要先把这个背起来啊，那么你才知道哦，你要次第次第，就好像你要走路啊，这条路过去过几百公尺，看到什么往左转往右转啊，那这个你要先记起来，不然你要怎么走？所以集种种善法，或是人天善法，或是解脱善法，或是世间的，或是出世间的。或是福德道，或是智慧道，啊，或是解脱道，或是菩萨道，啊，这种种善法要持令不善不失，啊，你不能散落了啊，中间什么忘记了，啊，或是你往前忘记了啊，你就没办法，啊，接下来要做什么？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接下来第三步要做什么？做到哪里是究竟？啊，那么譬如玩器渗水，水不落散，啊，你的法水不能够丢失掉，啊，那。第一天记得，第二天不记得，第一天记得，一个月忘记了，那一个月就不能修了啊。能遮，这个是能持啊。那么能遮恶不善根心生，遮令不生，禁止啊，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嘛。那能够让这一些不善根是邪见嘛，啊，不信嘛，啊，这一些不会升起啊。若欲作恶罪，持令不作，因为你知道啊，这样作恶会导致什么样的痛苦。这样做善会导致怎么样的幸福？解脱从哪里来？轮回从哪里来？你知道，所以你能够离恶向善，离欲啊，欲是障道法，离欲向善，离烦恼向解脱。那么你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都是因为你对佛法有完整的掌握，有明白的了解，所以你才能够在从佛法中得到真实利益。这个叫做陀罗尼。好，那后面会再详细讲。那陀罗尼啊，心相应不相应，有若无若，这个啊，这个我们下次再说。好，那么今天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